秀歌曲比赛，斑马线来介绍吧。斗球，掌声欢迎蔡奇荣同学。老师是这样子吗？哦，这小的啊，对，你看他骗我。所以啊，我们不懂就被人家诓啊。现在有，我们可以跟他们学习。嗯。再难度一点的，我们可以请教老师。哎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过说实在，他们表现都很好哎。有，因为哎，我刚刚看两位同学应该表现都蛮好的。可是我觉得要，我们要谢谢一下蔡妈妈。蔡妈妈好辛苦哦。蔡妈妈特别从台南来。哎，台南来，待会还要连夜送女儿回学校宿舍，然后再连夜坐车要回台南，因为妈妈工作地方在台南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那叫妈妈好辛苦哦。母亲像月亮一样，这手语怎么比？母亲像月亮一样，照耀我家门窗圣洁。哦，门窗是这样。就是一样哦，碰到偶然赶快了，一样的哦，
好奇怪。那你刚刚那个是什么？啊，那不一样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样样是吧？就不一样。好黄 啊！真的，你表演都好黄啊！菜好黄啊，黄改，我哪在？有没有这样？这样什么意思？我一点点。哦，一点点是这样。真的、啊？以前人家叫我那个划船，还我还以为自己误会那个。哎，划船。划船是这样吗？是吗？划船是这样。对呀、啊，我也知道划船这样，老师划船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划船。哎，我那耳跟耳不赶快呢。老师，那他刚刚表演这叫什么？啊，我知道，乌龟上船。是乌龟吗？乌龟是这样子哦。老师在教乌龟。乌龟。哦，乌龟我没闭的，我那种表情的乌啊。乌龟，老师让你看一下乌龟怎么表演，来。哇，果然是好一个铜龟。铜龟，哎。哦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黄的，你说好的不学，教坏的。你现在比的是什么？我在想你的。你不要乱学，你不要乱学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心虚了哈，不教歹囡仔大细哈。我真正不知道。问一下老师，老师这是什么？老师，老师手语没有这个。哇，怎么这样？你没有穿吊带，斑马线给你弹回去哦。快点。到我身上卡卡的。哦，难怪到现在还没有结婚。美玉提喜饼来无？原来是对新闻看。没啦，起码是好朋友啊，而且大怪成跟美玉的老公也很熟啊。熟吗？熟。没有，他故意大怪成故意进去后台，讲因为看美玉能卸妆，看我比较难打无。结果嘞？结果哦，比较散。哦，那很懂的呢。啊，不过大快成功，那我不要他用哎。对啊，没。我不要他用啊。给会员签个八六个。哎，行，我们看分数，我们看分数。看分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张梦云同学可以得到几分？八十。八一、八二、八三、八四、八五、八六、八七、八十八、八十九、九十一、点九十二分。哦，蛮高的哦。分数很高哦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蔡启荣同学可以得到几分？八十。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十八八十九，哎，好慢哦，有点可怕。九十九十一九十一点五九十二分号。Hello， 永辉打什么？蔡启荣打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平常说 Oh you。平手你会怎么打？平手，我老师平手怎么打？啊，就是这样。啊。啊。平手，安呢？那老师斑马线怎么比？好，我一起在一起。先想到你斑马线，不行，我看你他就喜欢斑马线。我今天碰我穿这样子，我说碰我在路上让我踩一脚。你个脚敢那棋盘的，我都不讲。哪有像棋盘？我会使到你脚顶关行棋无？大人。妈呢，人家有秘密耶。嗯。后来阿金那边呢？啊，平手了。平手，下一次再来啊。好吧。对不对？啊，那再。下次再来怎么比？下一次，这是下一次，下一次，下一次，再来 ，come in， 再来，对呀、啊，你看再来，你看人家等了，还过来呢哈。哎，奇怪，我嘛是跟你安尼比想啊，我比就像你在那个什么，过来哦、喔。哎，过来旁过来高官啊，你装样当然。过来参观比稿。哎妹，老师，下一次再来怎么比？下次。下次。下次。下次，下次过来啊。哦，要简洁有力。下。不要这样。这样就很火，表情都不一样。下一次吧，下次再。快滚！来，稍待一会儿，继续收看我们的《新人麻将榜》全民擂台赛。